大家好，他是志明。因为暑假到了，大家可能会到水域游玩。今天要告诉大家什么是沉溺警力。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位猛男准备上岸，就像电影情节一样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只要美女猛男一出现，总会有慢动作画面。除了拨头发这一贯 gay 拜动作之外，还有眼睛总是不知道看什么鬼地方。而这个时候，如果他听见有人在喊救命，这位热心的猛男立刻以跑100米的速度冲向岸边，并且以跳水自制100分的方式直接跳入水中，准备拯救溺水患者。而这种状况，无论你肌肉的大块，身体线条不明显，结果可能会救你前应先求自保，不宜贸然下水，否则易造成自身危险。大家好，他是志明，今天他要介绍正确的救溺舞步，叫叫声抛滑。如果听见有人溺水求救，救溺前应该先求自保。第一个叫，你应该大声求救，或者寻求旁人协助。那边有人溺水啦！接着进行第二个叫，拨打119，说明你的状况及人事实定物。接着最重要的是，利用野生物抛送漂浮物，或利用大型浮具划过去，将它救回。好了，以上是志明为大家介绍救溺舞步，叫叫声抛滑。我们下次见。人溺警力来自孟子，鱼游天下，意思是看到别人溺水，就像自己溺水一样，但救溺时可别贸然下水，先求自保才是上策。